县长愿意当侯市长的顾问吗？有邀请的话，我当然。那三蓝绿白好像都邀请你了，已经是这个赖清德的这个顾问了。对，我都是没有。有人邀请我就会当。有没有特别？你有没有最希望谁当选？我要选的那一天，那票投下去那一次，我就会自己决定。好 ，OK。恭喜大长，恭喜大长啊！对啊，恭喜大长。会长，恭喜。各位记者稍微退一下，好不好？退一下步，好吗？谢谢。中华民国112年7月31日，东京妈祖庙协诚欢迎中华民国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侯市长率领各位长官贵宾前来东京妈祖庙参拜。我们恭向东京妈祖庙天上圣母娘娘行三拜礼，一拜。感谢今日侯市长以及各位长官贵宾的到访，祈愿各位长官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并恭祝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风调雨顺，已成。谢谢。先请董事长。啊，董事长要不要先讲？你讲可以讲，可以讲。高兴，哎，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让我们台湾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先生到我们东京妈祖庙来参拜，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那我们预祝我们侯友宜先生能够高票当选，多帅啊！多帅！那请我们未来的总统讲一句话好吧？谢谢。张德面对前面就好。我们张德兴总会长、董事长，在座所有来自台湾的华侨好朋友们。所有的贵宾、媒体、记者，大家午安。午安。今天是我来到日本第一站，就到新宿东京妈祖庙来参拜。妈祖是我们渊源很深，跟台湾宗教文化信仰最连结的，慈爱的、包容、关怀所有的台湾人，在海外怕表。关西民，所以在张德兴董事长以及所有的华侨多年来努力以后，回馈给我们在地，借着宗教文化能够凝聚我们所有的华人的信仰，所以大家出钱出力，在东京最热闹的地方盖了一座东京妈祖庙，同时也信仰玉皇大帝。也信仰济公，所以是有三个庙连结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很多思乡情切需要借着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聚会讨论
便大家一起鼓励，能够在日本能够有序发展。所以我在这里第一站来谢谢海外有好多的好朋友，像詹德兴董事长五十几年来在这里努力成功以后，对日本的经济、对台湾的外交贡献良多，在事业有成，又用宗教信仰力量凝聚我们所有台湾人、我们华人的所有的力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心存感激。这也是我们台湾跟日本，不管身在何地，我们的华人都能够凝聚在一起，为我们台湾祈福，为日本祈福，希望我们台湾平安，日本平安，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所有的全国民众，包括日本跟台湾，大家都能够平安无事，祈麻子保佑我们大家，谢谢。我记得是11点多的时候就。